韩都衣舍赞助提供，饮品由王老吉黑凉茶、答案之酒、殷小茶赞助提供，怕上火喝王老吉。走了，带你报完名，我还有别的事呢，瞎聊什么呢？不可以。为什么他叫你少爷啊？那是我小时候的外号。哎，还有人会叫这种外号吗？少啰嗦了，就是这儿了，赶紧进去吧。大家好，希望。救命啊！我到底在说些什么呀？大家好，这位是刚刚转校过来的米莉，希望大家多多照顾。这不是大学部的校草之一百叶吗？好绅士啊，喂！哎，他和这个女生是什么关系？可能是亲戚之类的吧。别抖了，小心尿出来。没事的话，我就走了。你出去了，你这个大白痴！大家好呀，暑假过得怎么样啊？你们的班长大人来了哟。哎，百叶学长怎么也在这里？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有事电话联系。好的。麻烦的人还真是会堆在一起，真让人头疼。哇，米莉跟百叶是什么关系啊？是兄妹吗？你们看起来关系超好哎。还真是巧到不行呢。我是谁就不用介绍了吧？各位坐好，下面开始点名。他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了，超会说教的家伙。徐子瑶，看起来就不好讲话的样子呢。转校生米莉。啊，哎呀！特点是嗓门大吗？我记住了。看来大部分同学都来了，今天就先这样吧。苏小小带大家去领教材，明天上午8:30正式上课。好的。这个学校还真高级呢，毕竟是整个省最大的学校嘛。不过正是因为大，所以什么人都有哦。哎，同学，看来你们真是不把我的话放在眼里。对不起，我有话听别人说话呀，混蛋！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打扰到各位同学了。我和他还有点事情要谈，大家请先走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哎，不要多管，交给老师吧，我们走了。怎样啊？你把脚给我放下来，欺负同学简直就是人渣。我要是不管。你混蛋混蛋混蛋，人渣人渣人渣。喂，你这个疯女人，差不多就行了吧。北泽同学，我好像一不小心把你欺负人的英姿录下来了，不知道交给老师会怎么样呢？你就这么爱管闲事吗？作为班长，看到同学被欺负了，可不能在一旁看着呢。你愿意走的话，我删掉也不是不可以哦。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谢谢。他可不是什么好惹的角色，以后看到他要小心哦。刚刚真是谢谢你，差点以为会被揍呢。你可以自己去医务室的吧？没